荣耀 Play 4发布会看点汇总。据悉，荣耀 Play 4系列将会在今天下午15点正式举行发布会，这也是 Play 系列第一部 5G 手机。荣耀 Play 4系列将会拥有荣耀 Play 4和荣耀 Play 4 Pro 两款机型。近日，知名数码博主也爆料了荣耀 Play 4 Pro 的一些参数配置，同时荣耀 Play 4的工信部证件照以及配置信息也被公开。屏幕方面，荣耀 Play 4采用的是 6.8 英寸 2400×1090P LCD 打孔屏， Royal Play 4 Pro 采用的是 6.57 英寸的 2400×1080 分辨率的 LCD 双打孔屏。机身设计方面， Royal Play 4的机身是 170×78.5×8.9 毫米， Royal Play 4 Pro 的机身尺寸是 162.7×75.8×8.9 毫米，均重为213克。处理器方面， Royal Play 4将搭载联发科天玑800 SoC 处理器， Royal Play 4 Pro 将搭载麒麟990 5G SoC 处理器。电池容量方面， Royal Play 4系列的电池容量是4200毫安，而 Royal Play 4支持 22.5 瓦快充， Royal Play 4 Pro 支持40瓦快充。摄像方面， Royal Play 4前置1600万像素，采用后置矩形后置四摄方案，包括6400万像素加800万像素加200万像素加200万像素四镜头组合，其中6400万像素主摄存在混用。 Royal Play 4 Pro 前置3200万加800万双摄，后置4000万加800万双摄。